大家好，我是阿周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在小石治这个地铁站旁边呢，会有一个重庆国际小商品批发市场，就里面会有传说中的12元吃到饱的自助餐。这个一般打工仔还有蛋蛋挑夫，他们几乎都会在这边用餐。那各位看一下那个店家的情形，好几间都是12元吃到饱。同时，这个商场也会有一些小商品，值得大家可以去走走逛逛。传说中的12块，随便你吃的，就在这个百货商场里面，有菜有肉，15块，随你吃。这里面都是衣服的批发，你进去逛逛看看。59块。如果到重庆，你要买便宜的小商品，例如帽子啊、等等的啊、服饰啊，都可以考虑来这个三城找，非常非常的便宜。我跟那个人在这买了很多东西。好的，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